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是北京西二环边一家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急诊科是这里永不停歇的一个部门。来，好嘞。病人不分昼夜来到急诊求医，如同流水一般络绎不绝。接待这些病人的护士被称作流水组，而流水组的第一站就是分诊台。刘翠清是急诊流水组年资最长的护士，她的工作是分诊。常年工作经验的积累使刘翠清能够快速分类病患，并让他们得到及时准确的救治。当初想学护理啊，是我姑姑给我选的，她觉得女孩子干这行挺好的哈，然后就给我报考了这个护理学校。92年参加的工作，一直就干到现在吧，在这个护理岗位上。好培育来自于一个护士家庭，她的丈夫、两个姐姐都从事护理工作。粘俩膜，然后你也勤看一点，把它这个角露在外边，别蹭背的，别蹭掉了啊！因为本身血管细不好扎，你再蹭掉了，咱们再找血管可能又费劲了，明白吧？对，就是。赵伟说：“上哪里给你找插线板？我在下手。”无论急诊有多忙，护士每处理完一位病患，都会仔细地清洁自己的双手。这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下一位病患的责任。那我去了啊，谢谢。哎，等会儿，这个是软医院的一个系统，就是预检分诊系统。宣武医院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重要的教学实践基地，时常吸引了各地的医护人员前来参观交流。好培育作为急诊护理岗位的中坚力量，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活泼热情的性格，使他成为急诊护士对外交流的不二人选。还是要交费的，要交费。家属，因为我姐姐就是护士，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大爷家的姐姐也是护士，然后所以当时就是也学了护理。为了应对病人复杂多变的情况，急诊每个班组里都会配置男性护士，他们除了需要有男性的担当，还需要具备女性般的细心和体贴。是昨天晚上来的吧？对，昨天晚上来的。我这是男的，我怎么看不见姓啊？行，行，对，行。邢正涛作为班组里的暖男，常常吸引了比同组女同事更多的患者粉丝。您看着点吧，一会儿有事儿的话，按那个红点就行了，就是呼叫器啊。我给三秒得了，我到那儿也行，行都行啊。谢谢啊，哎，没事。我来。坐进来。来，坐那个，坐那个凳子啊。当时我就想选一个跟医学沾边的专业，
因为当时不太懂这哪个学校好或者怎么着的，不太会选这些专业，就选一个跟医学沾边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医学院校，然后把其中所有的就是可以报的专业我都报上了，然后最后就录的就是护理。组里的另外一名成员刘雨琦刚刚结束自己的蜜月之旅回到北京，她的丈夫也是宣武医院的同事。等会儿我们要回门头沟，离医院非常远。我婚假还没休完，还有两天，然后17号、18号上班吧，然后他是16号开始值班，然后反正我俩也没对上班，17、18号他又休息了，我又上班，就基本上一直在工作。假期行将结束，刘雨琦在回到工作岗位前还有一些准备工作需要进行。大概有多长时间？现在包一会儿才能做，就是全程到做完大概多。这个要好卸的话就快。我们的工作不允许我们留指甲，然后当时为了拍摄好看嘛，就做了一个指甲，剪了一下费，把手指头剪长一点，不会再做了就。我觉得就不会了。他做的时候就跟我说贴甲片很伤指甲，但是没办法，不让我留。之一，外墙这边有4个病人，有2个内科的，2个神内的。然后这个病人大家给他做操作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因为他情绪不大好，就是对社会或者他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别到时候矛盾转移。然后大家给他做操作都注意点，然后都细心点，其他没有特殊情况。走。早上一共10个病人，然后早晨8点，急诊流水区的护士们在换药房进行集中交班，一周的工作从此刻正式开始。我们的早班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组班是6天，然后第一天呢是一个白班，也就是8点到下午4点，然后第二天是白班连大夜，白班也就是8点到5点半。然后夜里2点开始上到第二天早起的9点，然后9点下了班，我们就隔白天就去休息，然后到晚上的时候5点半我们开始上，上到夜里的2点，这就是我们小夜。然后之后呢有一个加夜班和2天休，这就是我们一组班是6天。宣武医院以神经内科而著名，很多来到这里就诊的急诊病人都是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刘雨琦结束了婚假，立即投入工作。出于对护理的热爱，他曾放弃已经考上的师范类院校，转学护理。这儿有个小红点儿，长按3秒不叫勤加护理，各种人你都得叫。我那头哥别晒着。高三的时候学的是播音主持与广播电视编导，然后考到了东北师范大学那个编导方向的那个专业，但是没取。后来又考的医大。哈医大的护理专业，护理学，在那个编导那个专业里面，我没有自己的优势，也不是很喜欢，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喜欢护士这个行业。放急诊区的药品都是在换药室统一配置好后发出的。急诊大厅数百号病人情况各不相同，需要的药品和剂量更是千差万别。接受治疗的病人会先佩戴一条纸质腕带，腕带的条码中含有病人的信息和医生开具的处方。
流水组的护士通过扫码读取需要提供的药品和剂量。来，手放好，手放好。这样的方式确保了用药准确，还能让护士从繁杂的病人识别中解放出来，专心于护理工作之上。急诊区的病人不会因为午休而减少，因此工作期间护士们没有机会去到食堂就餐，通常他们会派代表去食堂集中打饭，然后在午休时间分批就餐。一个包子，一个玉米，都分着装。米线您给我拿一个，这是辣的，不辣的，这是臊子面的，都带走。不辣，米线要不辣的。好了好了，那个老师，哎，我带你们带吃一个。一周班开始后，郝培玉连续三天都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午餐时间成了郝培玉了解孩子一天动向最好的时机。美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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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多多，哎哎，你看多多真礼貌，叫大姨了。嗨，这大眼睛。来来，我看看，多多，儿子，多多，哎呦，这大眼睛，那小眼睛什么样啊？那小眼睛什么样啊？我们做不了小眼睛，我们眼睛天生就是大。实在比不上。我想看。实在是弄不了小眼睛。儿子，你回来，让我看看你小眼睛什么样。没看清楚，大姨就没看清。来，让大姨看看，过来，多多。嗯，大白。这是我们食堂好的郑涛爱人，郑涛爱人。白玉姐。大白。白玉姐，白玉姐。今天我要个仙女儿，是不是？嗯。今天来了，产姐来了。邢郑涛的爱人白玉，同样是宣武医院的护士。再过几天。白玉就要在自己工作的宣武医院进行剖腹产手术，得老二得等我。之前办一个江水，对他不在我们，曾经就曾经，单纯他也是我们，对，曾经也是我们的组员，曾经的，对，曾经。哟，你干嘛来了？我来产检来了。产检今儿不说不过来吗？今儿周五，周七咱出去出诊。啊，今儿还出诊？明天是干嘛去啊你？最后的疯狂，他要再不逛，他可能一段时间逛不了了。天哪，你明儿不在？我明儿白大。谁跟你去啊？我妈。嗯。啊，你妈跟你。嗯，还行。吃饭了，吃点，要不对了，一会儿谁送你回去？自个儿回去。好吧。自个儿来。没事儿，大白特别溜。就是小心点啊。真的不像是回哪儿了。行了，好好吃吧啊！嗯、吃完了赶紧干活去。嗯、我叫神爱吧。那你这是你要靠这儿来。过了一个家属来。嗯，对。小声。等会儿，没事。大了点鞋。然后往这边侧，往这边侧，然后坐着，慢点啊，慢点高。然后我们下床，慢点啊，我要看一下你氧气管够不够长，对，想躺下吗？对，想躺下吗？再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行，没问题，这个床就暂时先这样啊。床挡我也就立起来啊。对，是有立起来。行，这回就不怕您动会儿了啊。对。好，你赶紧回吧。
因为我绑着盖房子，没关系啊，你听我说，你先躺着，待会儿你要想坐起来一点，把这床稍微摇起来一点。好嘞，好嘞。啊，但是您别自己这样忽悠一下又起来又坐下来，好嘞，好嘞。您的心脏受不了啊。对。刚好一点，别待会儿又折腾又不好受。得了，谢谢您。你觉得不舒服吗？现在好多了，但是当时来的时候，我的意思还不就死了呢，真的，倒踏实了。心脏那劲儿可不是吗？上了以后都。流水组的护士们也有一些不成文的潜规则，比如不到交班前的最后一刻，谁也不能说出“今天不忙”这四个字。因为没有人知道在交班之前究竟会发生什么。走走，这是那七个说现在是集体食物证明的那七个都是一块吃过他们底下的吧，目前为止升级还有人在的，听他说了我能找一下，一前一后两个人，对，一个人在前头。临近下班时间，一批食物中毒患者的出现打断了护士们的交班。这是第几个了？这是第八个。刚才不是一共第九个？第九个，第九个。刚才有七个，八这个九个。外带个电话，你先接。嗯，怎么了？电视外带都有电话。电视工商银行的热点闹的最快的是怀孕多少周了？十一周。个人好了，小月了，一个人了，一个几个月了？三个月，三个月，你下来吧，十一周还不到三个月。好嘞，不是八个了，目前已经十一个，十二个，十二个，十二个都来了，十二个加上晨晨还孕妇呢，对，孕十一周，稍微等一下。然后红色的是，那口罩不戴了。怀孕的中毒患者似乎给邢正涛内心带来了不小的震动，虽然一会儿晚上还有夜班，但是邢正涛还是决定先回家看看。我要能回去的话今天要回去，然后看一眼，先看一眼心里踏实，看一眼他没事我就踏实了，然后再回来上班。这样啊，我是这样想的，就刚才宣教片，老师你问了就得参与，你问吧，我参与我不够格啊。你够格？不够格，就是你要不从分诊，就是从急诊那儿往进走，拍你一个背影。郝培玉和刘雨琦交班后也没有闲着，他们想让急诊大厅后安的电视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好刘雨琦有编导相关专业的基础，所以大家想要做一个宣教片，指导患者来急诊后如何就医。给你一张卡，然后到时候那个我回去看看。走吧。然后就是一个你从这儿往进走。走了。竖着拍也是。横着拍还是竖着拍？怎么拍都行，咱们就先试一下能不能剪吗？行，你往前走吧。走了啊。老师，快！你先配合一下，他递给你一张卡，我需要这个镜头。假装挂。等会儿。啊，行了。是给他吗？行。放卡呀。啊，没有，你就先凑合。好，你就先凑合一下。行不行啊？给我张放卡。你咋放卡还我？好多钱呢。但是我们又觉得怎么放都不合适。看不见。什么？手到这个位置应该能。而且从生命体征那块我背靠不到墙，生命体征旁边那椅子，得背靠墙测血压，然后手搭在桌子上，有点远。是，那你把椅子往前看，你别背靠墙了。不背靠墙测，血压只拿上要求背靠。你还来了还不能咱们的生命体征只是给大夫做参考，对吧？你要觉得不合适，自己再量。是，尤其是内科大夫，是内大夫完全采用的。那白天你试试，我睡觉去。嗯，拿那个我换衣服去了，给我往这儿换。嗯，拜拜。哎呦，烫。拜拜。越举越高。玉和庄站。邢正涛从医院坐地铁回家需要一个半小时。
为了能赶回医院上夜班并留存体力，他只能在家待不到一个小时。但是为了能多陪伴妻子，这个时间对邢正涛来说也是值得的。我回来了，就是站着一天吧，就是你坐下的时候，感觉全身都舒服，你知道吗？特别爽。比睡觉还好受。嗯。被窝里躺还好受。嗯。累呀。是。嗯。嗯，现在咱说的。这应该我感觉明天就要生了吧。来。来，先放着。这个咋放啊？不放吗？这个我想放床上呢。啊、哦。床上，到时候他在床上躺着，都给他放里面，好吧？听你的。行吗？听你的。就是我们之前是先不在本科室你转的，是先去外面科室转。啊，在外面科室的时候，就经常听到我们涛哥，涛哥的名字。在外面转完之后，回到流水，他是流水组，然后回到流水之后。然后我们领导给我们俩安排了一组，是一个组之后才知道这个，就是当时觉得，这个特别的暖，你知道吗？特别的暖，暖男，这是个大暖男，就特别好。凌晨两点，大家陆续从睡梦中醒来，最煎熬的大夜班开始了。一周班里只有一天是凌晨起床，但也正因如此，护士们无法彻底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在凌晨醒来工作的痛苦感受也只有自己心中能有所体会。我觉得那痛苦点的吧，还是大夜班吧，就是两点起来这个班太痛苦了。因为我觉得两点大多数人都是已经睡觉了，就可能是睡得最香的时候，我们要在那个最香的时候起来，那个劲儿太难受了。